行啊，你们不会有最后一名的、啊。我离不开这里。八月七号 GTA 五特价，他竟然还卡在这里哦。这里对。哦，其实这要飞到哪里去啊？你就只是走那个斜坡，还是我先降落呢？哇，你掉下去了，不用重来，不用重来吗？不用重来，直接往前走就好了。哇塞，我竟然脱离了，我的天、啊！你脱离了，了你干嘛跳伞、啊？我哭了，我的天、啊！跳伞，我不要这样走，我就跳伞。是，耶、yeah, ，我降落了，有了，你到了，你到了。哎呦，下去没关系、哎，直接下去没关系、哎，就在前面而已。你要动了没有？喂，你这爆冲是怎样？爆冲！哎，不是啊，重生在那边冲啊！喂，哇！哎，不是重生错地方了吗？哇！你没踩到点啊？没有，没有他的点，这边的点是在下面。白痴哦！哇，那你要怎么办？出 bug， 我卡在这里。F 弯子啊！不是这样，哎，怎么在下面呢、啊？他就是在霸他下面。哇，怎么在下面？哇！杰克，这里不要冲刺哦。这里是上去再冲吗？这里不要冲刺，都不用，都不用。那杰克，你小心不要乱按 F 哦，不然跟哈基一样哦。嗯，头拉正就好了，头不用冲刺。哦，我要枪，我枪，我枪，我枪！我枪！我枪！你看，像哈基就在你这个斜坡下面，对，所以你不要按 F， 卡住了。我上去！哎、我怎么拉车子、我是第三名了。按五可以把车头抬高。好好哦。哦，小雨，你有过那个吗？哦，我过了，我的天哪，我真的是普天同庆哎！怎么往下压？我觉得哈基最可怜。五啊，旁边数字最高，你是被卡在这边？对啊，对啊，他怎么没起来？你是右边的，右边八哎，是键盘右边的五，不是左边的五哦，是九宫格上面的，对，九宫格上面的，对啊。我按五啊，按五会抬头啊，没有啊，我要看你车头是往下压、欸，不是、啊、按到八了吧？就往下了、你是不是按的 shift？ 好像是哎、欸，头往下压，是啊，我怎么知道？我有点不喜欢，我不喜欢那个螺旋道，好痛苦哦，好难哦，那是玉米棒哦，先出去吗？还是一定要出来吧？不然不是没地图了。它都变成就是阿星制作的、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嗯，像你们是要玩刚刚那个吗？还是竞速，还是要继续那种？都可以啊。我刚刚想说到第一名很开心。不行，我喝太多水，我也要去厕所。拍谁啦？我不是故意要杀警察的。挡住名次没差了 ，D N F 是要挡住，是要看什么？看其他人，那要不要再玩赛车啊？赛车吗？好，等我下飞下去，满满的玩个变形吧。Hey Siri， 我想飞。赛车吗？真的？真的吗？他说真的吗？那问一下我问我 Siri 好了 ，Siri 我想飞。傻小，怎样？我说你要传送给谁？传送。我想飞。我要玩。Siri， 我想飞。哎、欸，不理我。你好，我就好。Hey Siri。Hey Siri， 我想飞。帮我传赖。是吗？是啊。是吗？传给繁星。干。找不到你没我好友哦、喔！我没有啊，繁星不是那个是哦，对啊，讲繁星，我回来了，跟你们要传给 F A N S H I N G。Line 找不到，
是不是没我好友？算了，烂透了，烂透了，我被路人杀了。我还没飞下去耶，那么久。我都被路人杀一次了，你还没飞下来？比如说这个就是他的连线问题啦，这是连线问题，这跟游戏没关系哦。对啊，这跟游戏比较没关系，因为听说 GTA 的连线不是都是出名的烂吗？就很惨啊。就看我现在才20等就知道了，都是时好时坏啦。Hey Siri， Hey Siri， Hey Siri， Siri， 你要不要弄那个路人？我帅吗？弄那个路人吗？哈？他都杀你了。哎、欸，怎么变女生了？我变回来了，我把改回来了。哦、你喜欢那个鸡掰人？我觉得鸡掰点比较好啊。Hey Siri， 对 Siri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饿了。我可以帮你找餐。哎、欸，不是变锁嘞，我跑掉了。换了是不是？换了，换了，换了。哇，那个那个很特别的不见了。那个有个性的走掉了。对，真的。嗯、他谈过了。在教室大便。滚。他都说你不都不想吃大便，他要走了。我去找下一个人去吃大便，这样吗？然后找看有没有人想要吃大便。我随便找一个啊。好，嗯、好，变锁吗？变锁。这个、哦、他跑掉了。他跑掉啦、啊。杀人的吗？就是我一进来他就被我，他就射我啊。一条巨龙。哎，就是射你。哎，我射到你了，赶快跑！咦，好爽哦。嘿嘿嘿哇！你来，你要了吗？还没吧？那我去杀人。那个黄点点在乱杀人，我要去杀他。我在乱撞 NPC。很乱。等待货机投下。哎呦！怎么你被打了？我没有被车撞。跑车。下车哦。走车、哦。叫你下车。下车，下车，好。他没有抓下。下车，好。biu， 哎、欸，上一个踩死所有人。OK， 有我吗？为什么邀请到 Mark 啊？这谁啊 ？biu， 马克。马克，我这边的干爹。可是有我。他上一场没有，他上一场不在啊。他上一场怎么？对啊。这边是什么？还有观战，还有观战。羊毛哦，因为他观战哦，踩羊毛的地方。哇，万里长城哎，真的是万里长城。你们看到吗？妖龙有我在取得。我在。不用了，不用帮忙杀人了、啊，他也跑掉了。下车，你的车看起来比较高级。GTA 最多不是警察，不是啊，外挂啊。嗯。真的。这什么啊？城墙。对，爬墙哦，哎、欸，取太久了吧？哇，好酷哦！城墙啊，我说哦，城墙再取得，线上模式响起。嗯，哎、欸，究竟是我先进去还是小雨先进去？我也还在。到底是谁呢？开赌盘喽！是谁？哎呦喂呀、啊！对啊，我看杰克脸是白色的呢。哇，你好像赢了、欸。哎呦喂呀、啊！我的脸没有白的啊。诶、嗯欸？我脸不是就来了？我都没有去涂脸啊。还是哈基看你的模组的时候，刚好脸的模组没有显示出来。看你的脸长这样的、啊。这没有啊，这你的脸吧？是我的脸，可是我对啊，你的脸是白的，你的脸是白的、啊。可是我看我这边，你的脸是这个白色的啊。可是我脸没有啊，其他的繁星都正常啊，就只有你的脸是我看到是这样子哎、欸。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为什么用单机模式？哎、欸，再邀我一次。取消。换我怪怪的了。嗯，怪怪的。对啊。哇，是不是每个区域的那个差事不太一样啊？现在团团稳稳的连在里面。嗯。我把人都踢出去了，连线就是时好时坏、欸，真的。再把人踢出去了，看可不可以顺利。要睡觉了，晚安。晚安。但小雨，你有换衣服吗？哈？你有换衣服吗？没有啊。
我看你变成运动背心那种。哦，我刚不知道为什么跳出来就变这一件了。哇，刚刚野兽打太认真，被扒衣服。没有，刚刚野兽装太热了，所以要把野兽皮脱掉。换短袖，我要换无袖。太热了，直接换背心。喂喂，对 Siri。哇塞！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太经典了。好吧，好吧，他起码有回你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难过，无法连据点。他是直接讲无法连字战局，哎，好特别啊！第三次，再试一次，再试一下。真的，今天这里面大概真正玩到游戏大概不到一小时吧。真的。现在都在连线。没事，我进来了，我吓到了。这次有点快。Hey Siri。我好帅。你好帅。好哦。人类才能用那些形容我的话，应该是效能高。OK。哇。OK。OK。哇，繁星离开了。繁星，你又离开了。哇，我看你都离开，欸，怎么了？我变主持人了。哇，啊，你们玩啊，没关系啊，这个时间。那就最后一场了。嗯。真的是最后一场了。QQ。QQ。哪呢 ？Hey Siri。我要去赌马了。下一个断线是谁？下一个断线是谁？没有下一个了。没有下一个。哦，强灭霸，是开自己的就好了吗？还是我是选他那一件的啦，都可以啊。我是开自己的，我的车没改。嗯，自己的就是会有那个啦，就是自己有装多好就是多好。嗯。扒起来！嗯，谁的墙灭霸？我的！哦，会滑去，会滑去，我差点掉下去呢。等一下，杰克，哦，等一下，是撸得回来吗？这是要去哪里啊？走了。哎，后面好惨的感觉。白色鞋啊！哎呦，杰克，我要倒退撸啦！没有倒退撸啊！我刚刚看到你倒退撸一下。哎呦，这条路好危险，好容易就摔出去啊！真的，恐怖。哦，不是倒退路，是你的车子看起来很像倒退路。拍谁？看车。音乐啊！哇哇！等等，小沙瓦工啊！我撞到墙了啦！音乐加油！啊！我掉下去了。音乐加油！我赌你500块。你的赌局有成立吗？我不知道。下去了。飞出去了。你也不能这样，不能说我，因为我赌你，你就故意掉下去。这不小心的啦，这路很小，很惨啊。这路真的超小的啦，要飞出去啦，飞出去啦！哦，要飞出去啦！我也飞出去啦！后面好多人飞出去，我感觉。等下这个弯是不是很容易飞出去啊？对啊。哦，这是王者手。喂喂喂！哇，出去啦！大家都出去了，这里要慢慢来，拜拜！哦，可以了，给我过了！没有！减速慢行！哦，货这么少，不要极限的话很危险。哦，看到风火了。你到那绕圈的地方了。哎呦，这里，哎呀，掉下去了。
冲啊！哦，哎、欸，哇哇，小雨掉下去了，飞出去了。呀，要走这个圈圈了吗？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，你让我跑个检查点嘛！哦，对啊，看不到路，看不到路，看不到路，不要打滑，撞山啦！有了，看到路了，打滑，有了，正常了，追到音乐了，好滑，哦哇！听到小雨掉下去了，太刺激！那这路是怎么回事？我看不到前面了，这里有了。这路根本看不到前面啦、啊！我来了！啊，我掉下去！好、oh, ，等你，我等你来。哦、oh. ，哦，怎么可以等？来了，我在等啊！赌局是黑箱了。不对，我应该是前面你跑快一点才对。我赌的是你。对啊。哎呦，然后云儿说：“我赌的是你啊。”那你？隐约赌小雨有没有？欸、怎么可能？哎、欸，我车飞不过去，太慢了。超车啊！完赛了，完赛了！哦，这么快啊？这下去就没了，是不是？就绕完那个圈圈下去就没了。哦，不是啊，我车子真的飞不过去、欸。车子飞不过去。哎、欸，小雨的车有一个中间那个坡飞不过去，它、哦、太慢了。你的车不够快吗？你是预设车吗？还是？就是他预设的啊，预设的应该上得去啊。照理说是上得去。来，我开给你看，我开到一个最快。